我哋而家分享我先啦 ，BNO。BNO 啊，都得都得。咁啊，好多人都會問阿 Eric， 你對 BNO 點睇啊？咁我唔係英國政府啦，好難好難代表英國政府講嘢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可以舉個例啊，譬如老公係攞英國護照嘅，即係正宗，你係英國護照啊，咁啊，你老婆同埋你嘅小朋友，如果係冇英國護照嘅，咁點樣可以大家一齊攞到英國護照咧？你要同你老婆同埋你個仔女。在他們的子女15歲之前搬去英國住3年、之後呢就拿到英國護照了、全家人都拿到了、但是你要住那3年、那3年基本上就可以走每年可以離開90天、即是1年住9個月是的、這個就是英國的即是英持有英國護照的移民的條件是BC、你又沒可能 BNO 就不可能容易過這個啦、是不是一定是難過呢、這個。